cái đẹp đề đó à, cái này chỉ chung thiên uy cảm khoát à, thiên xuống cái đẹp tổ uy没有背叛是成功。咱知影西方世界是光明世界，佛心上有光，菩萨心上也有光。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人，全心拢放光明。这个世界内面，行行的物品拢放光。所谓物质啊，拢会放光明，莲花也无例外。通常讲放光啊，是笼统讲之啊，笼统来讲啊。也毋知影啊，即、这个光究竟是如何微妙啊？咱定来听讲放光，放光。那么这光呢，到底是什么款光？啊，伊迄个光呢，什么作用？啊，伊的微妙是伫个倒一点？从即个所在呢，咱小可会当体会到一点啊。所以即个观经啊，对这方面啊，讲的比较较详细一点啊。叫有未落啊，即、这个未落啊，像咱人啊，即、这个经脉啊，身体内面啊，即、这个脉，即、这个络啊，经甲络啊，就是讲伊即个血啊，啊，即、这个纹路啊，亲像咱人啊，即、这个脉络共款啊，即、这个脉络内面啊，即、这个血啊内面，伊佫会放八万四千光。了了分明，皆能得见。要怎样观想才算是观行呢？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你观想成就了。花休少食，总共250油旬啊，这是花水，总共。要用现代话来讲，假如花摆在地面放着，从顶甲下是长的，两边的距离叫拱，长拱拢是250油旬，这个花是圆形的，因为距离相顶，这花真大真大。台湾从南到北400几公里，是油旬80里，250油旬啊。咱即个台湾啊，囥到火内面呢，大概就亲像啊，咱即马看咧莲蓬啊，一个莲子共款啊，其中一个莲子遐尼大。那么这是莲花水，都遮尼大咯。那么，迄莲花较大呢，会更加不可思议。如是莲花，只有84000叶。咱平常讲千叶百莲。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是84000叶，毋止千叶啊，毋是敢若一千个叶啊，啊是有84000。甲注意讲，啊，84000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啊，伊代表圆满。一日休干，有百亿摩尼波诸王以为用食。啊，这个休甲休当中，啊，这个空间啊，有100亿摩尼波诸王以为。用色啊，数量非常可观，百亿是100亿。每一片叶啊，当中拢有遮尔多。咱如果会当将这部经讲的境界，
小可体会一寡。三宝世界，一切珍宝可以放下了。为什么？不能比。你到迄个地方去，莲花化身。啊，你所拥有的珠宝无法度计算。你做下的莲花，两片莲花花烧的这个空间，啊，花甲花这个当中的空间啊，都一百亿的摩尼宝，啊，一百亿的摩尼宝珠啊，在迄个当中啊，那偌济空间呢？啊，84000修，啊，都84000啊，迄个胖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方啊，都100亿的摩尼波珠王，那么84000的这个空间啊，这个空方啊，那么就是100亿，不再乘84000。啊，那么咱整个地球的顶部呢，啊，提起遐塌一个方都塌袂完啦。这个世间有什么稀奇？要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一亿摩尼珠，啊，摩尼是梵语，印度话，翻成中文意思是如意的意思，就是这珠宝称心如意。不但你看到心欢喜，啊，那么。干那看到欢喜心啊，也袂当算真的如意。如意是会当随心所欲的变化。你想爱什么物件，想看什么物件，伊拢会变现出来，这才叫如意。那无的话，就不能称之为如意了。如意波珠。这个珠也放光明，放千光明，地光如盖，七宝合成，遍覆地上，色彩比邻提宝，以为基台。每一个珠拢放光，这种光明咱世间无，无人见过，也无听讲过。特别古代科技还无发达，实在讲真难体会。现在照常科学的工具，有一挂会当丰富见到。像现在镭射光，确实可以甲光组成种种的图案，呈现在空中，咱看到非常之美。西方极乐世界就像这种境界啊，那么这种境界就太多太殊胜了啊，色彩比邻提宝，以为基台啊，下面啊莲花下面有台啊，像咱有的佛像，佛像下面是莲花，莲花下面有台，这个台也是种种珍宝所住。处莲花台，80000金光，珍惜奇宝，梵摩尼宝，妙珍珠网，以为构成。这是说明宝台四周的装饰，装饰就太多了，说之不尽。啊，这不过是六个数端倪。由这个地方，咱会当见到花台的庄严。这庄严正如古代的上讲，不读花严，唔知影佛家的富贵。讲依报正报的庄严，是花严经讲得最详细。啊，单单讲依正庄严，就讲了11卷经。啊，功德真详细。
那么咱即搭讲的太少太简单了啊，这种富贵的庄严啊，是不是浪费呢？啊，咱看佛菩萨生活啊，这么富贵啊，太浪费，太过分了啊！佛教导咱爱修苦行，爱将五欲六尘下去掉。为什么伊显示的是这款的法呢？注意，一定爱明了这个原则。佛如果教一切众生受苦，啊，我为什么要学佛？啊，我学佛的目的不是要受苦的。修学佛法的目标真清楚，离苦得乐。咱看到佛菩萨的生活，确实自在快乐。那么佛在咱这个世界，为什么教咱修学爱修苦行？注意爱知影，咱现在所享受的啊，咱即马所享受的快乐啊，唔是真的啊，咱即马这个世间的乐啊，佛讲那是坏苦啊。你即马呢在享受的时阵，感觉真快乐啊，但是时间一到，这乐无去了，这苦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迄个乐啊，伊的本质也是苦，啊，是坏苦，啊，好亲像，咱一般讲物件真好食，啊，过去呢，啊，这个有人卖冬瓜鸭，啊，这冬瓜鸭，啊，真好食，啊，食一碗真好食，两碗袂歹食，啊，食三碗也袂歹，啊，食四五碗、五六碗呢。那就艰苦啊！啊，一开始呢，真乐，到尾也变苦。啊，年轻的人爱跳舞，啊，去找刺激。啊，一开始呢，感觉真快乐。啊，跳通宵，啊，跳到天光呢，人足疲劳，啊，足野鲜，精神提袂起来。苦就来了，啊！所以咱仔细甲看，咱这个世间的乐，就敢那亲像在食魔鬼，刺激一下，啊！后面迄个苦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所以咱世间的乐，佛叫做佛甲咱讲，迄是坏苦，迄毋是绝对毋是真的乐。啊，那么你现在在世间生活过得真豪华，啊，你生活呢过得真富贵。那么你在这个世间所得到的，你是安怎得来？才当享受这豪华的享受呢？啊，是你用心思，一切是人为的造作。啊，用你的心，用你的体力去做作，啊，才有这个享受。啊，换一句话讲呢，啊，你要享受这点啊乐，啊，付出真大的代价。啊，那么做作就是作业啊。业必定有果报，啊！业内面不尽然拢是善业，啊，善业、恶业拢有，啊，实在讲啊，善业的比例较少，恶业比例较多，啊，必定有真侪损人利己，啊，在做作这业。啊，损人利己就是恶业。啊，那么你即卖当享受是你的福报，
啊，以前修的福报，修善业得的福报，你的福报享尽了，恶业现前，苦难就来了。所以佛教咱观修是苦啊，观修是苦，是指咱六道凡夫啊，咱六道内面呢，这所谓享受无快乐，拢是苦啊。所以讲三苦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啊。咱这个世间的乐是坏苦啊，包括天人。包括色界天人啊，欲界甲色界啊，这个苦苦、坏苦、行苦拢有啊。色界天人坏苦、行苦啊，伊无苦苦，但是有坏苦、行苦。无色界天人无苦苦、坏苦，但是伊有行苦，三界同苦。所以佛教咱在这个世间呐，观修是苦。不管你是享受什么，拢是苦。爱讲哦，速性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这个佛是阿弥明心见性佛啊，总教佛、通教佛。那、啊、这菩萨是宽教菩萨啊，阿弥明心见性菩萨。声闻缘觉啊，这是理性的性灵啊，这在是法界内面的速性法界啊。那么咱现在是六凡法界啊，合起来是十法界。那么速性法界在十法界内面呢，因就比咱六凡较快乐啦啊。所以速性法界呢，你观修是乐啊。啊，因遐迄个乐啊，比咱较真实啦。啊，因享受的是乐。像经常讲的啊，即款殊胜庄严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啦，即、這个华藏世界啊，即、這个依部庄严、正部庄严啊，毋是人工去建造的。啊，毋是人用心思去营造、去设计，啊，伊是自然而然的，性德流露变现出来，啊，无需要咱思维，啊，用心思去想、去设计，无需要努力去建造，拢无需要。这就自在了，所以它是性德的流露，诸性万德万灵，诸性德灵自然的流露，无属于自作。换一句话讲，本性的德用本来如此，是安尼来的。下面甲咱讲这个大面相，要真多的庄严啊，也是说之不尽啊，举出明显的。以及大相，自然理有数条波动，一一波动，如得千万亿须弥山；动相波万，如夜摩天宫；后有五百亿微妙波珠，以为用色。自然理由啊，显示决定是人为建造的啊，有四支条啊，条啊真悬，顶面有真侪珍宝装饰，叫宝洞。洞是圆形的啊，这四支条啊，顶面有万啊，这个万就像三宝世界夜摩天同款，夜摩天在多利天之上。多利天宫的富贵已经供不尽了，啊，何况更加高一层的天？啊，多利天是地基天，啊，这个天人呢，啊，因为活
活动也是拢在地面上，所以这四王天、独立天呐，啊，因也是伫个地面。那么亚摩天呢，这天灵啊，已经属于空地天了，啊，因活动啊是在空中。微妙定，微妙宝珠啊，这是前面讲的摩尼珠，能随心所欲。变化啊，这宝珠当然也放光，种种光色啊，装饰在宝堂之上。一日宝珠有八万四千光，一光作八万四千余种金色，一日金色遍及宝土。处处变化，各属异象。或为金光台，或作金珠网，或作十花魂，以十方面随意变现，是作佛事。那么，咱读本经一定爱甲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合起看啊？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这款殊胜美好，是阿弥陀佛观音世子受用的，与我不相干。甲四十八愿连起来，就知影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境界。原来经上讲的，就是自己的性处、住处，自己性德被无明烦恼盖覆。流露未出来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承蒙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，啊，把咱的性德引发出来，借着阿弥陀佛的性德，开发咱自性的性德。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咱的修养与阿弥陀佛无离无别。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显示出，西方世界是定定的世界，因此《观经》上面所讲的依正庄严，就是咱自己往生到迄个地方真实的修养。有真侪人无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在讲，唔知影西方极乐世界好处。是无了解，唔知。知影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，倒一个无想要去，人人都想要去，而且决定会当去。啊，温去会成啊，这是最可贵的。啊，假如讲圣德显露的境界，啊，诸佛刹土拢是自性变现。啊，咱能不能去得了？啊，其他诸佛嘛是同款啦，像阿弥陀佛这庄严的世界，嘛是拢圣德显露呀。啊，那么咱是不是当去到遐呢？啊，咱即马凡夫这个程度是去不了。啊，必须家己也都要破鬼魂无明。至少嘛，都爱破一片的无明啊，正一分的发心啊，才会当确立诸佛的报土，那、就难了啊，绝对不是咱凡夫会当做得到。唯独西方净土，咱人人有份。那么到底要安怎样才会当真正？在这生当中，往生见佛，这是真多念佛同修最为关心的一件事。其实，这种修学的方法，佛不但在五经一论里面给咱讲得真多，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，佛也常常提示，在《般若蜜》里面精进。
啊，你做到这两字就用了。咱念佛爱精进，什么是精？精是损理不杂，换一句话讲，结杂就不精。能做到不怀疑、不结杂，精这里做到了。不间断是进，就成功了。大势至菩萨教予咱精念相继，精念就是精，相继就是进，一门深入。一门就是精，深入就是进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上正就是结杂，就是间断。咱只要做到不结杂、不间断，无一个未成功的。而且这个法门成功非常快速。咱对这个原理明白了。方法也发落，可是修行效果无得到。效果为什么得未到？无别项，仔细去想想的，拢是精进能力出了问题。大概精做得无够，进也做得无够，拢出伫遮。如果这能力真正做够了，就像阿弥陀经上所讲的，六一日。六二日、六七日就成功了，你就是佛，是菩萨。你愿意往生就决定一生，地决就在此地，所以一定要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放下就是念头放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精，真正的一门。西方世界诸佛菩萨乃至于六尘拢做佛事，什么是佛事？佛是降恶意思，凡是启发众生开悟，帮助众生开悟，这事拢是佛事。所以佛事这个名词里面包含的境界无量无边，世出世间一切事。拢会当帮助人降恶，拢会当开显众生的智慧，帮伊破迷开悟。这是说明西方世界六尘说法，光的说法是为花造相，明第七观。这一句话是总结观明啊，这是十六观内面第七观观花造。佛告阿难，如此妙法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。西方世界莲花为何来？莲花是阿弥陀佛本愿变现出来，阿弥陀有愿接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。行到西方世界，莲花化身。十方世界众生有一个发真实心，求生净土。阿弥陀佛本愿度感应，七宝池内面就生一朵莲花。而且这个莲花也标着你的名字在顶面，卖唔到的，标名字。你念佛。念得愈勤快，花就愈来愈大。西方世界莲花大小无共款，大小安怎来？是念佛人功夫的浅深。由此可知，花愈大，品位愈高；花愈小，品位就愈低。因为伊是念佛功夫浅深变现出来。如果在中途，歪念了，改学别个法门，或者无想要往生了，花就无了，凋谢去了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所作，是佛对众生真正的加持。
也是无量寿经上所讲，回忆众生真实之利，这是真正的利益。啊，这说明花从什么地方来？若欲念彼佛者，当先作处花自相。彼佛是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讲观想念佛，爱观佛。先观花座，为什么？观花座比较容易，观佛像比这个较迷失、较困难。讲作事相时啊，不得作观，该用一一观止，一一求，一一诸。你的观想必须完全符合经典里面所讲。袂使有一点啊差错，啊，如果有差错，就不相应，所以不能作相。啊，前面讲的摩尼波珠，一一讲，一一答，一一懂，皆能分明，如于镜中自见面相。但一个人照镜，啊，看到家己的面相清清楚楚。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境界甲前面同款，无论是闭开目睭，或者目睭起落来，啊，这个境界拢在眼前，拢遐尼清楚，遐尼明了，才当算观想。啊，咱读到这，才真正体会到古早人所讲的定色心初。观想真难成就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好佳哉啊！末后一朝有持名念佛，如果无持名，实在讲。但虽然听到西方世界这么庄严，也是无分啊。有一个持名带业往生，咱拢有分。所以观经的理论方法。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因欢喜读诵、研究、讨论，但是用这个方法修行的人真少。真正有定功的人，可以用这个方法修行。因为定静是一心，观想的境界明显些。心爱真静、真定的人啊。以教法度来修这个观想，心粗的人、念头粗的人真困难。初相行者，必读五万亿劫生死之罪，必定当生极乐世界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这一句是讲灭罪。观想的功德可以消业障、灭罪业。灭罪功能非常殊胜，能灭除五万亿劫生死之罪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咱必须明了，罪业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你一心修观的时，整个的心拢在三昧之中，拢在定静内面。你的分别、妄想、执着拢不生，你的罪业就消除了。观的境界迷失，你观的迄个心就愈细。换一句话讲，定功愈深。所以灭罪定力也就愈强。啊，咱从第一关、第二关，那一直到这一关，后后超过前前。为什么？愈是往后面，心愈细，
也就是定功愈深，灭罪能力愈大，这一点要清楚。咱自己学佛学了这多年，自己的业障敢有消掉？这个事情唔免问别人，问别人无用处。现在问人呢，甲你讲实话人无多，讲假话人真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欢喜听假话。讲几句好听的，甲你安慰安慰一下，你心内欢喜。讲真的，你就无欢喜。那么像听不甲你讲真话呢？业障敢有消毒？家己细心去反省一下。我妄念是毋是比以前少了？如果较少了，那安尼你业障就消了。这烦恼是贪嗔痴慢，是毋是比以前较轻了？果然轻了，你功夫得力了。你业障逐渐在消毒。如果功夫真正达到绵绵密密，就是拄则讲的精进，这个功夫不夹杂、不间断，消业障的力量就大了。你的梦想烦恼决定不生，相连无断，决定不起现行，这个境界就决定往生。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经常常讲的念佛三昧。你已经得到念佛三昧，也就是一心不乱的功夫。一心不乱，有浅深真多等级的差别。功夫浅的，一心不乱，咱常讲功夫成片，这就是成片的境界。功夫成片决定往生，必定东升极乐世界。后面一句是将来的利益，前面业罪是现在的利益，罪将消毒了，人就自在就快乐了。所谓烦恼轻，智慧重，这是业罪相。咱凡夫一感觉起心动念，拢是烦恼，拢是分别执着。就像地藏经上所讲的，念菩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拢是罪业。咱在历史上看到，只看到有一个人，慧能大师见我做时讲，弟子心中上生智慧，只看到安尼一个特殊的人物，伊不生烦恼，伊生智慧，伊心中念念生智慧，咱念念生烦恼，什么时阵会当亲像伊？一款念念生智慧。咱应当爱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去前进。在念佛人来讲，这个功夫比修学其他的法门，心来得容易。其他法门如果不是烦恼断掉了，这个境界未当现前。但是念佛人无需要断烦恼。只要把烦恼伏掉了，这个境界就起现行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这个法门是利力法门，咱自己用这一分力量，佛上顶的加持一分的力量，所以感应特别舒适，特别快速。玄奘大师在《
即句注解内面有一段重要的开始啊，咱家顶出念念的啊，171页第五行，为当中看起，无闻日夜行住坐卧，心口意业常以定合，为万事吉祥，犹如失意。龙盲麒麟者，初定必积已得，若不如是，三业随轮转，定向欲破灰，将尽千年修，发感离尘开。那么这个开始是真修行最重要的境界，境界。正确，要安怎样用功夫啊？爱日夜不间断啊！所以一切法门内面，持名念佛是第一方便。日夜不间断容易，行住坐卧拢用得到啊，拢会当用功。走路也可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哪行哪念啊，徛咧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坐咧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倒面床顶，即困也可以，阿弥陀佛啊，卖出声，心内默念啊，灵不间断，心常常礼敬阿弥陀佛啊，咱每工早暗拜佛就拜阿弥陀佛。叫称阿弥陀佛，称念，亦是心内想阿弥陀佛。啊，咱的心初，观经上讲的这个微细相，咱想未出来。啊，要怎样想法？啊，咱家内供养阿弥陀佛的相，啊，咱就想这个相。你逐天看，啊，看得真实了，啊，将来在往生这一刹那，阿弥陀佛来接引咱所现的相，啊，就甲你想的相完全同款，决定无错，啊，就是这尊相啊来接引你，啊，这尊相啊你已经想了真久，啊，这一天真的想到了。把阿弥陀佛想来了，啊，安尼想就容易太侪了。那么这一集的时间到啊，那么咱就报告到这段啊。那么这段呢还未讲完啊，显露大师这段还未讲完啊。那么咱下一集啊，再佫继续甲大家报告啊，显露大师这段的开始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咱顶一集啊，讲到善导大师一开始还无讲完啊，那么这集咱继续来布局啊。那么咱也是从善导大师这段开始搁念一遍：无闻日夜行住坐卧，心口意业常意定合，为万事吉祥，又如失意龙王麒麟者，初定必即已得，若不如是，三业随轮转，定向逐破灰，将尽千年修，法眼离尘开。这个开始是真修行最重要的定策、定策。要怎样用功夫？爱日夜不间断。所以一切法门里面，持名念佛是第一方便。日夜不间断较容易，行住坐卧啊，拢用得到。行路也可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徛咧坐咧，也可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倒咧呢，心内默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一直念落去，念不间断啊，会当做个不间断，啊，较方便啦。啊，这是持名啊，伊的一个特色。那么心常常礼敬阿弥陀佛啊，咱每天早晚拜佛，就拜阿弥陀佛，口称阿弥陀佛啊，嘴念啊念阿弥陀佛，意啊，这个意就是心里面想，心内所想的是阿弥陀佛啊，咱的心初。观经上讲的这理事上，咱想不出来，要安那想法呢？啊，要叫咱去观想啊，咱想不出来。那么咱厝内底供养阿弥陀佛的像，啊，咱即马啦，这个彩绘啦，还是雕刻的、铜做的，啊，这是真多。啊，咱就想咱家己供养的这尊佛像，啊，画也好。雕刻的也好，啊，你逐天看，看得真熟咯。那么将来咱往生的迄刹那，阿弥陀佛来接引咱所现的相，就甲你想的相完全同款，决定无错。啊，就是这尊相来接引你，啊，这尊相你已经想了真久，啊，这一天。真的想到了，把阿弥陀佛想来了，啊，那么安尼想就容易太多了，啊，甲咱去观想啊，迄实在是真困难，啊，那么看佛像，想即尊庄严的佛像，啊，即比较就较简单，有一个像互咱看，互咱想，人民讲容易定合。啊，定在这个法门上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其他我决定无去想啊，卖去想别项啊，就干那想这个。啊，那么过去啊，有一天，啊，一个早起时啊，有一个技师来找家师，啊，伊是第一次到台北经脉。花总佛教导师馆见家师，那么问家师学佛的方法啊，伊过去啊，亲近过两位林婆切，曾经到尼泊尔去修行学毕的，啊，家师就劝伊，无论修学多一个法门，拢好。学佛也好，学禅也好，学教也好，爱一门深入。啊，家师甲讲，你唔免来找我。啊，讲我这是念佛法门，
甲你迄个法门无共款，啊，修行嘅方法无共，啊，一门深入功夫才会得来，一门深入就是上意定合，啊，卖改换法门，换一个法门，唔那是功夫，也是大智慧。不是大智慧，伊无可能改变主意。啊，大智慧是伊甲所有法门的真相，拢悟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伊知影倒一个门较近，伊就选择近路。啊，都无去踅远苦啊，啊，无行远路。无母清楚，无母明白。啊，你讲学佛的，啊，咱劝伊念佛真难。啊，伊对念佛法门啊无清楚，伊的疑问真多。啊，咱来浪费真多时间去甲伊解说，啊，伊未必会当接受，太麻烦了。啊，所以原来学佛。啊，不如劝伊也是去学佛。啊，所以真无容易。啊，咱中国古来真侪祖师大德甲晚年回归到净土，一归到净土就专修。啊，确实，伊不但甲世间法放下，佛法也放下了。所有一切经论法门都下掉，专念阿弥陀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一三年五载成就了，就是认识真正清楚，真正明白透彻了，一只万事俱下，世出世间法都下去掉了。下面是一个譬如。爱修定呢，爱亲像什么款呢？像一个失意的人，啊，不但失意，这个人呢，耳孔又搁无听，目睭搁清明，啊，这个盲是看未到，聋是听未到，啊，目睭看未到，耳孔听未到，啊，就安尼一个人，啊，修定啊，爱亲像安尼。啊，那么大师说啊，那是这款心态来修定，初定必积易得。啊，这个定啊，就真容易得到。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，啊，功夫成片真容易得到。啊，咱自己明了，照这个方法去修，两三年当中一定会有效果。有结果，有好的境界。别人来问你修行的方法，你来指导伊，啊，指路。假如违背了这一个原则，三业随缘转，三业先扣伊，随着外面境界转，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六。顶境界，会去贪嗔痴慢，清心的去欢喜心，无清心的就厌恶。这就是你的心口意，随着外面境界转，这是凡夫。咱无始劫以来，无生死轮回，为什么未当脱离轮回？就是三业。随外面境界转，自己做不了主，定向着破灰啊，想修定，想修清净心，想一门深入，但是拢未当成功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随着境界转，这个真麻烦。
世间境界五欲六尘，名闻利欲，咱众缘能放下，或是大乘佛法的真侪经论，啊，拢会当真吸引人。你目睭见着，耳孔听着了，动不动心？啊，如果也起心动念，袂用的。咱学佛的同修在台湾这几年来，由于经济发达，大家拢相当富裕。啊，富裕安怎学佛呢？调山，大陆上四大名山也无够，啊，也都要到印度去调上。啊，那用这个经典讲，啊，你去调山调上是定向着破灰。以自己真修，讲实在话，无好处，无利益。你若见到印光大师，啊，印光祖师，不但呢，会甲你吓铁，啊，恐怕呢，摕棍仔甲你拍。啊，你无待厝诶，老实修行，到外面乱走，啊，浪费钱，浪费时间。啊，心个乱糟糟。古早人参学，目的是为求学。倒一个地方有高僧大德，家己心内有疑惑，未当解读，去向伊请教，请伊指点迷津。啊，人参学是为着这个，迷惑破除之后，修学方法得到了。伊就门关起来，真用功，心定了，啊，是为这个出去的参学的，啊，绝对不是讲去游山玩水。过去先知识要有一个标准，咱不难发现，什么标准？闭关的人，断魔瓶的人。啊，凡是闭关带磨平的，决定是先知识，也就是伊心定了，又真功夫啊。咱心不定，问路也无找到，也无摸清楚，去请教。假如伊也甲咱同款，无摸清楚，伊就闭关带山啊，你去请教伊，伊答袂出来。啊，你可以把伊个关门拍开，请伊出来，啊，甲我斗阵去参学。啊，所以古早人讲，潮州八十游行卡，这是禅宗内面真有名个公案。潮州和尚八十二岁，拢也伫外面行卡参学，什么原因呢？门也无摸着。啊，修行的门路还无找到，唔知影家己要如何用功，啊，才到处去请教别人，求人指出一条修行的道路。所以真正会晓用功的人，伊袂出力。啊，功夫得力，功夫成就了。啊，除非呢，有人。来请伊下山弘法利生，啊，无人请伊，伊就带山无下山，啊，所以法是爱来求的，求学，啊，连世间法都如此，知门来学，离门往家，所以爱等待有人来启请，才下山弘法利生。无人提醒呢，就一世人啊，带山啊，可能传授一两个人啊，有的可能一生中一个学生都遇未到，所以这情形必须要知影。但是现在这个标准失掉了啊，现在要带磨平的，要闭关的啊，但是。不是古早时候的标准，啊，即嘛是你
欢喜闭关，你就闭关，啊，真容易，啊，一出家一剃头啊，都可以去闭关啊，无标准，啊，甲古早无共款，啊，今嘛这个标准已经无去啊。讲将近千年修啊，啊，这是讲修行的时间真长，啊，法眼未展开啊。就是智慧未开，也是未熟练到，啊，可见得修学的纲领未当真正把握到，修行确实是浪费时间、浪费精力，不能成就。啊，那么这是玄奘大师啊，对咱的一个开始啊，修定啊，一个基本原则。那么你不管用多一个方法修啊，观想、观想起名，那么这个原理拢同款啊。咱阁看下啊，这一章啊，175页啊，这是第16关内面的第8关啊，16关内面的第8关，从第一日观啊到前面的这个宝座观。都是观西方世界依步，也就是咱讲的西方世界生活环境。从此处起啊，为即搭起呢，为第8关到第13关，啊，是观西方世界进步，也就是观佛、观菩萨。进步是以阿弥陀佛、观音世子做代表。请看经文，佛告阿难及维提希，见此殊异，处动相佛。啊，那么这个宝座观啊，观成就了啊，那么刷落来呢，就爱观佛啦。啊，西方这个环境啊，拢观成了，依般环境观成就了。啊，那么爱观西方世界进步，这一段是承前启后。啊，咱在这搭看到释迦牟尼佛又叫着阿难，叫着维提希的名字，叫名字是提醒啊，下面都真重要的开始啊，就是要观佛，严格讲。16关当中是以观佛为中心，请看经文：处动相佛，所以假佛诸佛如来是法界心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。是故念定心相佛时，是心即是32相80。随行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诸佛正遍地海，众心相生，是故应当一心邪念，提观彼佛多陀阿揭多阿罗诃三藐三菩提。啊，那么最后一句是阿弥陀佛梵音的名号。阿弥陀佛是梵音的省略，梵音的称呼，啊，详细称呼在此地。整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内面有3段极重要的开始，啊，这是佛对咱2段的开始。第一段最重要的开始是三福，这是2段。第3段在上品上乘中，这是观经的精华，最重要的。尤其此处，甲咱说明西方净土的理论，这个所在甲咱讲解西方净土的理论。经文无长，可是讲得真圆满。诸佛如来是法界心。心透不离啊，
这里面含有真深的道理。佛文里面常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这一句里面就显示出三无差别的现象，事理都在其中。诸佛如来不但是阿弥陀佛一尊佛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，佛以外要菩萨，要缘觉，要声闻，要六道众生，生佛不离。换一句话讲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有情众生，拢在诸佛如来四力包含之中。所以咱袂当单单看这是诸佛如来。所有众生拢包括在内啊！佛以下所有一切有情众生，拢是法界心。先当作体来讲，法界之本体。法界的本体是什么？就是有情无情的一切众生。不但有情，无情也包括了。华严经上讲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地，所以华严讲得圆满，讲得透彻，无一法漏掉的，就是这就是法界体入一切众生心相中，心是法界之本体，诸佛如来的法界心，诸佛如来的法界心是心变现出来，所以讲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色是什么？相是第六意识。其实这个相，八色拢有分别的意识，拢有执着的意识。这个八色里面，相的能力上强，最殊胜的是第六意识。第六识，那么咱称伊为意识啊，一灵变啊。法界本来是一真，一真法界呢，佮变成是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四性法界，千变万化啊。什么人主宰这个变化？什么力量使伊变化？就是想啊。所以佛后讲将。心想心，将你的心去想出来。如果咱知影这一个事实，知影这一个原理，就好办。我想做佛，我就逐天想佛，想佛就成佛，想菩萨就成菩萨，想什么就变什么。一切法从心想心。所以这个经里面教咱想佛，卖想别项。是法界心向心。为什么无教咱想别项，偏偏教咱想佛？你希望离苦得乐，唯独佛顺乐无苦。菩萨有九分乐，要一分苦。辟支佛有两分苦，八分乐。那么如下面呢？这个乐愈少，苦愈多。那么到第六道呢，是顺苦无乐。你想真的要离苦得乐，想佛是最殊胜的。唯独佛得究竟圆满乐。佛得到究竟圆满的乐快乐，事实真相拢明白了。诸佛如来劝咱想佛，换一句话讲，是法界有这个事实是家己做主宰。要往倒一个法界去，任何人都干涉不了我。别人袂当干涉，
任何人也袂当主宰啦，啊，家己做主。那你为什么不爱选择无上菩提？为什么不爱选择圆满的佛果？同款是想，为什么不爱选择这个？道理在此地，原理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只要依照这个理论，依照这个方法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这就是咱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保证。我决定往生，你凭什么？我就凭这个，你也凭这个，你也决定往生。啊，真明白，真白了，真正抓到了啊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保证啊，不是专利的，人人。不分，个个不如。啊，那么十六观经啊，这个最重要就是这一段。啊，这是第八观。啊，那么经文啊，一开端啊，已经把净宗修学的依据方法。为咱圆满啊，讲出，诸佛如来是法界心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。啊，那么这一段意思真重要。啊，佛劝咱爱常常想佛。地家大师啊，是咱中国天台宗开山的祖师。啊，又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的注解，啊，叫做妙中抄，啊，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妙中抄。那么玄奘大师呢，啊，伊是叫素贴所，啊，那么地藏大师也有一个注解。这个妙中抄里面，伊注得真详细，啊，比这个素贴所分量啊，加真多。伊曾经讲，咱要想佛的时啊，必须依照这个方法来观想。先爱知影观想的性体，性体就是灵观，灵观的是本觉。啊，一句话讲，咱发心修观就是思觉，思就是开始，啊，开始感悟。那么咱觉呢，那是咱本来有的，所以思觉合本觉，素本相应，这是修学。唔，那是净宗观想念佛的修学，可以讲是所有法门修学的闭关。本觉就是《法界经》上所讲的，是咱自性本具的法界智慧。啊，法界智慧就是法界体，啊，是这个本体。前面经常讲，诸佛如来是法界心，啊，佛在此地甲咱讲，唔是干阿只阿弥陀佛，啊，伊用的是诸佛如来，啊，也就是说明十方三世一切正德究竟高位的。啊，拢是发戒心。换一句话讲，伊个智，智是心。华严经讲，智心尽虚空遍法界，众生起心动念，伊拢知影。伊为什么知影？因为伊个智遍虚空法界。啊，虚空法界搁较细。像华严经上讲的一摩端，伊也能入；一弥顶，伊也入。啊，咱今日讲原子、电子，遐尼细物件，伊也是入。啊，因此伊则是真真实实，无所不知。啊，无所不知，当然也就无所不能啊。
啊，咱常讲的全知全能，主一定爱知影。全知全能，并毋是只有佛独有的，毋是讲干那佛才有。证到究竟果位人的专利，啊，那安尼就错了。实在讲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个个拢是如此，啊，无一个是例外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一个是觉，伊的作用真圆满。咱虽然也立，未啊。啊，人立的是法界智慧。啊，咱现在甲法界智慧变成了无明啊。咱也立，嘛立无明，一项也毋知影，未啊。所以讲，无明烦恼甲法界智慧是同一个体系，啊，伊个体系同一个，同一项物件。啊，一个在觉，一个在迷，啊，差别就在此地。觉了的诸佛如来，啊，入一切迷惑众生心相中，迷惑众生的无明也入诸佛如来的心相中，无例外。啊，所以咱起心动念，伊知影。佛帮助众生，经常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众生，是在讲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拢在一个缘，离乱也是缘，欠缺也是缘，成功也是缘，失败也是缘，啊，拢在一个缘顶面，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那么，咱来问啊，什么人才是有缘？啊，有缘就是真正听听话。啊，佛对咱的教导啊，咱会当完全接受，这就是有缘，百分之百接受。就甲经常讲的立刻感应度高，像世尊甲维提希夫人说明西方世界。依正庄严，阿弥陀佛，观音世界立刻就现身。诸位想想的，为什么观音？伊的缘具足，当然世尊介绍是一个真重要的因缘。啊，伊本身信念是感应的关键。咱今日请读到释迦牟尼佛的。这本经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介绍无两样啊，可见佛甲咱介绍这个缘是相同的啊。伊当时感得阿弥陀佛观音世界现身了啊，咱今日未当见到佛菩萨在面前，道理。是在咱的家己本身啊，信愿无维提希夫人遐尼坚强，遐尼圆满，原因在此。原理无两样啊，伊即一句甲修学的原理讲出来了。咱想菩萨必定就见菩萨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。必定见佛、啊、因为这一个道理，这一个事实、啊、佛下面就教导咱，教咱修学，把修学的纲领给咱讲出来。是故念定心向佛时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随行好。咱想佛的相好。心内变现出一个相好啊，因此想佛一时啊，爱细细想啊，像经常教予咱一个观想，尤其这一段内面啊，甲咱讲观想的次第
袂使错乱的。啊，次第是从上往下俗，啊，或者呢从下往上俗，啊，就讲位顶啊呢，啊，一直想想到下面，啊，或者呢位下面一直想想到顶面，啊，若位顶面开始到下面，位下面到顶面拢可以。啊，但是这个次第袂使乱啦。那么从上往下想佛顶，啊，那么为佛的这个头壳顶啊，一直想落来，啊，想到离合、别合、啊，干木，啊，合就是讲目脉门啊。那么一直到目睭、干木，那么往下面啊，才阁想佛的这个。莲花宝座啊，想到迄、那个佛在做迄个莲花宝座。那么由下呢，那么那位下面想起来呢，啊，就是从宝座观开始想，开始想啊，想佛做迄个莲花宝座，为迄个宝座开始想倒起来啊。那么想迄个宝座啊，然后再想到莲花啊，莲花顶面啊，再想佛的身相。啊、那么也是从下半部啊，慢慢观想到顶半部啊，顺逆拢可以啊，为下面到顶面，顶面到下面拢可以。讲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啊，这个心就是佛啊，所以讲佛是啥？佛就是咱的心嘛、啊，啊，咱的心就是佛。啊，主要知影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嘛。啊，离开心也无佛。所以世尊在《华严王觉》内面甲咱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这个话呢，佛无定定讲。啊，在这个《华严经》甲《王觉经》啊，有讲过。啊，为什么无定定安尼讲呢？怕人发生误会，本来成佛是从真心啊，从本性来讲的啊。咱的真心本性甲诸佛如来无离无别，甲众生乃至于甲一切畜生、地狱、五鬼、三恶道众生也无离无别。在现象作用上的差别，完全是在理我不同。除了理我不同之外，确实无两样。是心是佛。现在这个是法界，是咱心相变现出来。啊，佛教咱是心作佛，要安怎做？想，想佛就是做佛。啊，咱家己本来是佛，现在又一心做佛，哪有未成佛的道理？啊，这两句话，甲一切众生为什么做佛，为什么会成佛，在理论上圆满讲出来。啊，咱知影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啊，将这句推演出来。原来是法界真的是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，是心作佛成佛的啊！伊是依这个修的，是心是菩萨啊，这是一般大乘根性的，是心作声闻缘觉，这是小乘根性的。有一挂人啊，一味啊想得人天福报。啊，是心作天，是心作人，这是六道内面的三善道。啊，一味无贪嗔痴，那么迄就是是心作五鬼，是心作畜生，作地狱。啊，向大做，伊家己乐意去做。啊，有啥物办法？唔是别人。即使伊才去做，啊，而是伊家己内息颠倒，
啊，伊是被家己诶梦想分别执着迷惑咯，毋知影要去做佛做菩萨，啊，那么去做三恶道，所以佛在此地教化咱做佛，在所有法界内面是第一殊胜。啊，假如伊教咱做菩萨，啊，佛对不起咱，菩萨也无圆满。应当教咱做佛，才是真正究竟圆满。诸佛正遍地海，众生相生，这是讲佛的究竟圆满智慧，是真现实的。啊，大家拢想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究竟圆满智慧为倒来？此地甲咱讲，众生想佛，食生。啊，为成佛所产生，因为佛是究竟圆满的，啊，菩萨无究竟，也无圆满。如果你想六道内面福报，啊，你就是迷惑颠倒，无智慧。正遍地正是正确，决定无错误。遍是遍地，无所不地。啊，现在讲。啊，讲这个，咱现在过去、未来，啊，过去无数，未来无终，无一项唔知影，这是骗知，也就是其他宗教内面所讲的转知转灵，佛法内面是讲正骗知，海是譬如智慧广大，像大海共款。这是一种心相心，啊，相是观相，而不是胡思乱想。啊，胡思乱想内面无可能有智慧，所以下下就教予咱爱如何想法。是故应当一心邪念，啊，观经内面提出来了。修行最高的指导纲领。就是这四字啊！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：“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”那么，这大家是一心邪念，弥陀经上是一心不乱。由此可知，只是咱修学的方法。一心邪念，净土三经，完全一致。啊，咱一定爱依教奉行，爱以这个方法来做。一心邪念啊，咱做会到。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咱确实不容易做到。但是一心不乱这一句，不是弥陀经梵文的原文，注意看玄奘大师的译本。啊，玄奘法师啊，依照这个梵文原本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，也是一心邪念。鸠摩罗什大师是意译啊，伊甲翻成一心不乱。但是一心不乱，敢有翻唔对，也袂使讲伊有错误。啊，你是一般修行人在临命终时。佛来接引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得一心不乱。啊，咱自己有的功夫是一心邪念，佛来接引时，佛讲住脚，啊，佛讲一脚，咱的业障就消除了，功夫就提升一倍。啊，所以从一心邪念就会当提升到一心不乱。啊，所以伊也无讲错，是记着佛功夫提升到迄个境界，啊，而毋是咱家己有能力修到一个境界。有能力修到一个境界的人，当然有，是少数的人。所以咱爱知影，遇到佛讲，功夫就提升一倍，功夫成片的，就变到殊一心不乱。
正得思一心不乱，就变到利一心不乱。啊，功夫遇到佛光，一定向上提升。下面教予咱提观智慧啊，那么这就是指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观想都一尊佛，啊，观想多多阿耨多阿罗诃三藐三菩提。这是佛的通号，多多翻作如，阿耨多翻作来，啊，咱称如来。这个所在完全用梵音音译的，阿罗诃翻作印中，三藐三菩提翻作正遍地，啊，而且翻作呢正。正觉，正遍地甲正正觉意思是同款，所以完全翻成中文就是如来应供正遍地。啊，咱知影这是佛的十种通号内面啊三个号代表，啊三种通号代表。那么此地呢，即西方世界无量寿如来。想彼佛者，先当想相，闭目开目，见一波相，如阎浮檀金色，色彼花相。啊，这个想彼佛者，先当想相，啊，先想相。那么观想阿弥陀佛，为度观体呢？啊，先想伊的相貌。你想一尊阿弥陀佛，啊，身是金色，啊，所以家师啊，劝同修念无量寿经，甲无量寿经念得真实真实，啊，可以帮助你观想，你袂想错，啊，经一定爱当背诵，咱念这一声佛号，西方世界。依正庄严，拢浮在咱的心相之中。平常的话，拢入到咱自己心相中，咱的心就袂打妄想。有一挂人，甲家属讲念阿弥陀佛袂用的，一面念佛，一面也是妄念真多。妄念服袂调。如果你对于西方世界，依部正部真实在话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提醒你，故故阿弥陀佛啊，西方世界依正庄严，拢入咱的心相中啊，你哪里也会有妄想啊，未有妄想，这款的功夫真容易得来。下面经文是。因佛相，啊，相是正部，就见到依部的国土，啊，见到正部，那么也当见到依部的国土。那么这一位时间到啊，那么咱就讲到这啊。那么下面啊这段经文呢，咱下一集再继续向大家来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顶一集啊，咱讲到经文，想比佛者，心动想象，闭目开目，见一波相，如烟浮檀金色，坐比花相。上一集啊，讲到这段，想比佛者，心动想象，观想阿弥陀佛啊，为多一粒观起啊，先想伊的相貌。你想一尊阿弥陀佛啊，心是金色。啊、所以咱放动手念无量寿经，甲无量寿经念得真实真实，可以帮助你观想。你袂想唔到，经一定爱会当背诵。咱念这一声佛号。西方世界已经庄严，拢浮在咱的心想当中。经上的话，拢入咱家己心想中。啊，咱的心都会打默想。有一挂人，讲我念阿弥陀佛袂用的。一面念佛，一面也是妄念真多，妄念服不掉。如果你对于西方世界依部正部真熟悉的话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会当来提醒你，故故阿弥陀佛。啊，每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拢提醒咱西方世界已经庄严啊。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呢，这个西方世界这个已经庄严，自然都浮在咱的心相当中啊，在咱的心里面呐、啊，就出现了啊。那安尼哪里也会有梦想呢？袂阁再有梦想，即款个功夫真容易得来。下面经文是因佛相，啊，相是正部，啊，你见到佛个正部，同时就见到依部个国土，啊，依部就是佛大个环境，啊，极乐世界。请看经文，见相坐椅，心眼得开，了了分明，见极乐国七宝庄严，宝地宝池宝树行列，诸天宝万弥佛其上，众宝如梦。满虚空中，见如此事，极令明了，如观掌中。这是记着依部，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，拢现前了。现前之后，不能生欢喜心。欢喜心是情，是执着，是烦恼。爱让咱的心搁较静落来，搁较定落来，然后这境界就会愈来愈清楚，愈来愈鲜明。这一段咱看玄奘大师的开始啊，这个四帖疏啊，这。
古代木刻板啊，过去咱华中正宗学会有印出来流通啊。如果需要这个根本的动手啊，可以写批来台北啊，信义路四段333号之一，华中正宗学会发布组啊来申请。啊，那么就是将根本啊寄互你。啊，那么即、这个咱即个电视节目啊，啊拢有拍字幕。啊，如果无根本呢，有字幕呢，啊也会当看到即个经文。那么咱下面看宣道大师伊个开始，就是伊个注解啊，即、这个是在木刻本啊，即、这个、大字个啊木刻本。啊，这是古早这个版本啊，不是重新拍字的啊。这个页数是777页啊。咱位啊，位尾啊，算到转来第五行啊，位最后第三字看起。你从诸佛如来下，至心相中以来，证明诸佛大慈，应心即现。有殊胜益，故劝你向之。这是解说这一段经文，证明诸佛大慈，应心即现，有殊胜益，故劝你向之。玄奘大师用这段经文特别劝勉咱。也就是特别提醒咱利益非常殊胜，无比的殊胜。可咱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就是修观想。AI 问答真重要，问话为体上请，为止弥陀啊，为体喜夫人。在前面请求的为止弥陀，伊想求生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可是佛在此处的答复，毋是啊，佛教的观想啊，如来应供正遍地。并无指定阿弥陀佛，实际上意思是指定的，可是言语上无指定出来。凡夫真执着，言语无讲明白，咱就怀疑啊，所以特别有安尼一个疑问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假设啊，假设的疑问啦啊。假使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啦、啊，那么有提出这个。问题啊，那么这是玄奘大师啊，伊甲咱解释，讲微信如来啊，如来是释迦牟尼佛，今种个诸佛有何异呀？啊，佛为什么不爱介意观想阿弥陀佛就好了？为什么？爱观想如来应供正遍地，这是诸佛的同号啊！每一尊佛啊，拢有这个同号。为什么要安尼讲法啊？原因是解答答案：欲现诸佛三心动静，必地过完，顶者无力，端心一坐。影现无方，以。